啊，在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叫什么名字？叫着郝龙郝的郝柏村。环保署长叫谁？叫着赵少康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时代了，我们不是在歌颂他。其实这地方人最讨厌他两个，因为他们禁止废五金进口，那是不是切断他们的生路？可是你认为该不该禁？啊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自己去思考，知道吗？按照环保的政策，一步一步，当然是要禁，啊，可是就他们的生计，最好是不要禁，可是结果是禁。那所以说，这边最繁荣的时候，是因为环保慢慢繁荣起来，这边没落也是因为环保。别人的先生让他重视，让他累死，又有合法。